各位亲爱的朋友，欢迎再回到驻馆作家的线上书房。现在要跟大家谈的是二子成舟，它有一个标题叫《情与欲》。好，魏国的太子跟宣姜公主他们谈了一段非常亲密的恋爱。我干嘛给我的儿子娶漂亮的女人，我自己要的。原来是那禽兽，是那禽兽。这个打击绝对是致命的打击。他对魏宣公的愤怒是到这样的地步。妻子身在藏，这是新娘子最悲愤的心声。一对美满的鸳鸯婚姻就这样子被活生生拆了。两个合唱，你们看这里，就一切都崩坏了。说这是情与欲，有真情，也有人类最深沉的恨。公子寿他跑去黄河边告知哥哥，大哥说：“不行啊，危险呐、啊，有刺客要杀你啊！”切莫怒火，切莫失气。既是亲生，不是多儿多爱，欲安息他命。那个爸爸真的禽兽不如，所以大家可以体会他心有多痛。半分既不知，竟不知爱。太君兵，你成了我一个护士，千错万错，我成道。他有一句话，他说：“没有长夜痛哭过的人，不值得谈他的人生。”手中拿着就是当大使的信物，他表明要假装我是太子，你们来死。我的哥哥他当然知道弟弟会为他而死，所以快马奔过来。你们看他那种紧张，那种焦虑。小姐心电，二弟在哪里？他希望还能够救弟弟。你们杀错人了。你们杀错人了。成舟这一个真实的历史，在由我跟我的恩师曾永义教授，我们很努力的把它由世界人类文化遗产昆剧来加以。人世间有情有欲，那我们如何来找回真情，而且去掉这些恶的欲望，这样子让我们的人生可以平安喜乐。好，我们的昆剧的介绍就暂时到此为止，谢谢大家。